欣姐姐，欣姐姐你好，你好你好，走吧，世界面包冠军，所以专门来教你做各种面包啊、蛋糕啊。看出来了，上面还带着国旗呢，就代表中国队的才有资格带国旗。啊，谢谢。好，我们坐吧。要不要来揉揉一下面？我洗个手，马上来。怎么揉了？就摔，对，用力揉就好了。轻点，轻点，轻点。你说用力，我就。老师要上课了吗？揉面吗，兄弟？我来。试一次，我教你，试着按过来，快点拿过来，按摩。哇，这个手法，哇，酱油是真的快哎，五星客栈真的。行了，就这样吧。3、2、1，准备好迎接我了吗？3、2、1。好看，好看，好看，好可爱，可爱吗？可爱，赶紧弄起来。今天晚上要这样吗？都这样吃饭。对啊，都这样吃饭。快去，互相画行吗？对啊，多好玩啊！我去把化妆品带回来。你笑一个。嘿，书记这里涂的红色，感觉像没涂一样。但我和书记很搭了，我们两个是戴帽子的。嫂子，过来画画。我不画，画上必须给他画上，抓住。你咋那么会呢？我们这里就是现在是流水线操作。是的呢，怎么不上色呀？你的脸是吧？就像刚淋过雨的，这点的很均匀，像得天花了。秀展马上就要开始了。灯光老师、摄影老师就位了。高山行走啊，你有我有，全都有啊。妈，好好嗑。欣姐，跟大伙儿介绍一下自己，快。我上一次见他，他两个孩子在肚子里，哇，这么大，快生了。是双胞胎啊？双胞胎。哇。你听过怎么样的故事吗？没有，没有。吴一哥，就很久以前，吴一哥刚刚出道的时候，他去剧组试戏，这个时候遇到了一个对手。对，然后他试戏的这个戏呢，是一个就是带一点科幻题材。然后呢，他跟他一起对戏的那个对手啊，不按剧本说，自己给自己加一段戏，对着吴一哥说了一个。怎么样啊？有看到了。那个人更疼了，那人更……那个人什么反应呢？就都笑了嘛。然后 ending 最后结尾是什么？好了，导演就说你可以回去。哦，这些其实都是布置用的，餐厅肯定是要布置的。气球其实买的还蛮多的，因为它有些气球是可以粘在整个的玻璃的上面的嘛，还有一些大的你打出来就知道还很好看。吹气球吗？对，明天老板和吴毅过生日，我晚上要开 party。 关键是怎么把老板和吴毅给支走啊？我们只要让他们离出客栈一步，他们就知道我们要搞什么好了。他们知道我们是搞惊喜，但也不知道我们的惊喜是什么呀，对不对？在叫什么呢，他们在？在叫什么呢，他们在？我们在商量明天的工作。哦，你们给五一准备了什么 surprise 吗？啊？你眼神很飘忽不定的。我呀、你什么情况啊你？不是啊，就是布置的，就是有点像宴会的感觉。就王珂就不会看到我们布置吗？就是你们不是都很期待他爬山吗？买采购。啊，你们要去爬山呐、啊？没有，没有，就把他们引开。
啊，头一次做这么秘密的事情，有点激动。这个就放这儿吗？我想把它盖上，然后遮住些。要爆了，要爆！你会绑气球吗？就扎一下，是不是？我会，我会，我会。你会啊？郑哥，哎，你会绑气球吗？会。你能不能学一下？我手笨。绑啥样的？郑哥手指头那么粗。哎，人家都绑好了。哎，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现在还敢说郑哥手粗吗？不敢。郑哥，你是怎么绑的？这一系就行，一系就行。啊啊！我不行啊！我怎么这么不行呢？这样吧，咱们做啥的？搁这儿。这是往这一点。别笑了，快加油！啊！啊！啊！好喜庆啊，感觉像过年一样呢。哇！是不是关键的字母 C？ 没有 C 啊，那这个是个什么字母？条桌摆在对着厨房的那一条，是这个应该投成这样能。就粘到那个上面，我觉得有一个这个突然有了气氛。妈呀，涛姐问我们还顺利吗？并不是很顺利。他们准备回来了，怎么办？我们没有摆盘呢，还。我现在真的很害怕他们回来。还有很多蛋糕没摆，就这两个地方。哇塞，猴，有猴有马。啊！沈月，别叫我！气球炸了！我也炸了！哎！来了，我是不是要再藏一下？列队，快！请进。祝你生日快乐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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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。哎呦，这几个小帅哥美女真的挺厉害的，真的很非常厉害。坐在大厅里半天就捣鼓那气球，这是夸我吗？不是，重摆气球啊，这个场景布置的真的挺棒的。啊，谢谢，谢谢。我有一个，哇，非常可爱。没有，其实我是觉得这都代表你们每个人。沈月，我知道你是特别喜欢拍照，对，然后文艺气息特别足，嗯，希望你喜欢。好棒哦，这种温暖吧和这种快乐。他比如他们喜欢篮球，然后送他这个。因为我这。其实他的那种精神都是我的一个榜样。
我们一起去亲手做的，这是我做的卡夹，太棒！你问哎，你问涛姐，我就带卡包的，最喜欢的卡包。谢谢谢谢，这个是给武艺哥的。哇，谢谢！是我自己手工做的，真的吗？武艺哥就是我见过最可爱的、最善良、最有趣的男生。然后呢？然后反夸回去。就是跟我想象中一样，就是完全不娇气，跟我们很融得来，说踢足球就踢足球，是那个做饭也能做。怎么了？为什么要炸他？这是一个蓝牙的音响，我一灯泡啊！这是一个灯。明天我就穿着弟弟给的球鞋，拿着那个 Kido 给的卡包去消费，然后呢，刷不出卡来的时候，就拿着这个灯泡嘚儿，那卡片余额不足。好，给我吧，谢谢。你走开，你走开，你快点走开。我就干点活，你可别给我拍了，一会儿一点没意思了，你快点走开，要不然你耽误我的时间，你快去，你耽误我时间。好久不拍。那我为什么我要做一个书，然后要做一个奖杯的蛋糕呢？就是代表说人生有起有落，有输有赢，但是最重要的是有你有我。我说我没有，当时没有这个条件，也没有这个能力。他说我早点认识你，没准就能救火白胖。我也好想我外婆，你知道吗？我们现在，你一年能回多少次家？我一年可能就回一次家。然后我外婆现在已经70岁了，70多岁。如果她能活到80多岁，我这辈子只能见她10多次了。我天天回去，我也好想我外婆啊。留给我。那个时候我很小，就我也不懂事，我就呢，你们呢都很棒。我们这么好的社会啊，这么好的时代，你们一定要加油。我们一起合个影吧，跟那个啊，好呀好呀，这个太牛了。3、2、1。哎，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Happy birthday！ 再来一张。